不会跑出来的。好，这个影片呢，大概是我几月我也忘了，大概五月吧。然后那时候大家知道国光石化开发吗？知道。如果不知道的，你知道海豚会转弯吗？对，海豚会因为国光石化而自己转弯。对，就是那个卡，就是那个国光石化。对，就是那个国光石化。那时候他们要做一个环境影响评估，在环保署里面有一个针对白海豚的影响与因应。那他可以申请三分钟的民众发言，就发言，就是如果你也可以去，你说我是当地的居民，我想要去发言，他可以让你发言。那我就跟彰化环保联盟的理事长，我们说，他就说你要不要来发言，让我们唱歌。我说好，我去唱歌，因为从来没有人在那样的一个会议里面唱过歌。那时候我就写了一首白海豚的儿歌，我想说我来对这个董事长唱儿歌，看他会怎么样。对，我就去申请了发言三分钟，一上去我就唱歌了。对，那就是那里面的一个内容这样子。当然中间有一点点小插曲，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，对，就是他们如何的没有诚意保育白海豚。对，thank you.
Thank you.